上呢，紧接着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刚刚的颁奖人杜德伟。等一下。走路有风，要等一下先进去。走路要有风，那个速度是慢动作的，让我来动一下啊。那个感觉就是，你那个是什么？我不用这样子。你不用这样子，只是走路有风，然后那个你拿过来的时候还要提上签名，拿过来。这样才有去心的架势。好的，好，哎，我们先来询问一下，等一下，杜德伟来到现场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有媒体朋友想要访问的呢？哎，媒体朋友，杜德伟哦。OK， 好，我们马上欢迎我们的杜德伟哦！哇，依旧帅气，超帅的！哇塞，来来来，我们请站在这个台前来拍一个照，好不好？先拍照，先拍照，好，先拍照，啊，依旧帅气啊，依旧帅气啊，好，我们先拍照，先拍照 ，OK， 好，来来来，我们从这个右手边开始，好吧，右手边，好，最右边，好，到了中间是吗？来，视线左边一点，好，视线在左手边一点，好了，还有中间是吗？要换个 pose 吗？啊，换一个 pose 啊。我们要换一个 pose， 要什么样的 pose 呢？哇塞，好迷人呐、啊！我的眼睛都快要那个睁不开了，我。对。好，正中间。右上，右上方，好。右手边，右手边哈，右手边再补拍个几张了哈。啊，左手边，左手边最后了，最后了哈。好，谢谢我们媒体朋友，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上一下麦克风。哇，这个巨星依旧是如此的风采。对，刚刚我就说走过来的时候应该都有风吧，是吗？我自己没有感觉到。不过其实杜德伟真的很久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是有一阵子，真的。对，这次能够邀请到您来担任 TFBOYS 的颁奖人，真的非常的荣幸。这是我的荣幸，而且是特别从香港飞过来参加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真的要说，这一次特别把你这个重金邀请到我们的2021 Kido 流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，也是因为在刚刚我们所颁的奖项，例如说舞台演艺等等之类，都是因为您在舞台上面这个能唱能跳啦，造型一直是大家走在最前端的。没有错，90年代要说又会唱又会跳，哇，尤其是我们的那个夜猫 DJ Dennis， 节目里面一定要有一首 Smooth R&B from 杜德伟 ，Yes， 对，所以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杜德伟来。那这一次来到这个除了颁奖之外，其实也有朋友在问说，哎，如果有碰到杜德伟的话，一定要问他说是到底会不会再发专辑？是，这是2004年的事情了耶。对，有，其实最近我在准备新的专辑。有一些新的想法想要把它做出来，就是比较一些我们现场的音乐的感觉。可是面对像现在新兴的歌手越来越多了，能唱的跳的越来越多了，身为这个前辈会不会有点压力？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心情就是不是说要去证明什么，或者是要做到什么，只是想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把它做出来，然后心里面有一些想法吧，然后变成。可能是音乐跟大家分享，没有什么说特别压力的那种。都是我的这个歌迷朋友们非常要准备好，那个什么时候专辑发行的话，就要赶快去预购，赶快去买。毕竟等待了非常久，将近有8年的时间了。对，我想接下来呢，真的就要请大家好好期待我们的杜德伟全新的专辑在台湾来做发行。Yes， 谢谢我们的杜德伟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进到后台先稍作休息一下。